Thank you.
奇怪的逻辑。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濒临绝种？我们应该要怎么拯救台湾的海龟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，这次我来到海洋大学的海龟救伤中心，请海龟之父陈义俊教授来替我们解答。海龟在环境里面代表的角色是什么？基本上来讲，它指标性物种，它们叫做神赐的物种。指标性物种它产生一个所谓的保护伞作用，那保护其他不是保育类动物，像它吃食物啊，不是保育类动物，像海龟会游泳。它常把一个地方吃熟呢，带到另外两边粪便排出去，所以整个植物能量在不断循环。对，这里其实是海龟的病房，所以像其实我们平常在喂食啊，或是在照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抓紧白天的时候。那对海龟而言，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生活作息，白天的时候比较亮一点，然后有饭吃，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安心的睡觉。它靠视觉做决定，它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吃。他就把它吞下去。海龟还有一个，它没有牙齿，没有有舌骨，没有舌头，所以呢，它没办法判断，像猫狗啊、人一样，靠味蕾来觉得，它是靠眼睛来觉得，嗯，好像可以吃，就把它吞下去。然后它为了怕食物出来，实际上食道还有倒齿，所以经常会有东西，我一路排出去，排不出去就挂着。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吃塑胶？也是因为。他们就是用看，看得很像他的食物啊， 或是他没有看过的东西啊，好像可以吃。有点像是水母那个塑胶。对啊，因为水母这最常被，当然有人认为说不是这样说法，但是大部分都还接受。他叫什么名字？现在没有名字。他是当初叫电波，因为他上面有种了一个很奇怪的盒子嘛。哦，所以他是电波。但是你看，我们旁边会放那个纸板。因为最开始他非常非常紧张的时候，是差点要从缸子里面跳出来。然后这只是海宝之号。那因为它是被海浪撞到礁石，撞到礁石，对，神经就受损，现在一直没办法平衡，都是斜的，这所以它在野外活不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他们在大海里面遇到像是鲨鱼之类的掠食者，他们可能会没有办法逃离。所以他已经不能回到是人工饲养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说让他能够自己造句。哎、欸，那些海草不是他可以吃的吗？是他可以吃的啊，只是不新鲜的话不要了。之前因为海草在台湾有些季节不是那么好取得，所以有一阵子是给他吃像小白菜之类的比较好咬的青菜。他现在就是想要吃好吃的。他想要吃小白菜。哇，嘴巴叼了是不是？你看，典型的乱叼。不喜欢吃，它是蓝蜥龟。蓝蜥龟，橄榄的蓝。台湾比较少见。台湾比较少见。如果我们保育类都不做，台湾的海龟能生存吗？活不了，因为周围人都在抓，尤其中南部抓得很凶啊。你什么事情都不做，盗猎的人会不会盗猎？盗杀人会不会盗杀？对，你只是把一些守规矩的人不准去碰，然后不守规矩的人呢，你拿他一点办法，尤其中国大陆。所以说，基本上讲，唯一办法就是用良好的管理政策。我们要训练一批人呢，能够去监测海龟状况，然后有任何状况回报，然后有很良好的基因管理模式，这才能解决。Thank you.